여튼 주저함. 这那大遮，对啊，你大遮袂叫人讲吗？讲话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阿妈要讲。阿早干安怎？啊？七段。七段，你几点出来？十点。十点啊，就要七段。嗯。我拿差不多。对啊。而且他的钱包怪怪的。钱包，因为他有讲啊，他说那个钱包不要看啊。不是啊。他刚才自己更新的数字才几百块、啊、我早上收的都不用钱的，对。他好像现在说怪怪，他以那个单上面为止。可是听说有人因为钱包而被停权啊。是哦。对啊。他到底是怎样我哪知道。他好像说超过5000了。对啊，啊可是问题就是有些人是昨天的钱加上他爬上给那里他过5000啊。他现在这样很麻烦。非常麻烦啊，我才不理他咧、欸啊。反正我一样固定每天那个时间汇钱、啊。对，你有单吗？是没有。有啊，刚才拿了，刚才被隔壁拖了20分钟。等下过去那边坐了。好，我等一下再回来找你。啊，对，我锦州街而已，很快。嗯，而且我刚才已经在那吃饱了。吃饱了。
13楼外送。这不然是13楼。不好意思，熊猫外送，要收220。那东西都能好，这是地址。谁叫饮料赶快出来拿？谁叫饮料赶快出来拿？这种我这里有。那个蔡应涵，这个东西你们需要吗？东西你觉得？这不要，不要放。好，我收个钱，我走。
我是负责人，对，所以我才问你说，没事没事，休息。五十四我的、哦、有你哦，嗯，五十四是吗？就该拿来的，我这里还有一堆呢。太多了吧？你怎么拿到的呀？嗯。小朋友们再来。又来。所以你怎么有那么多啊？就该去必胜客取餐啊、哦，然后他旁边就有，我就说可以拿吗？他说好啊，那我就拿走了。因为它正面是冬季旅馆旅行的那个旅展的东西，背面是有必胜客跟肯德基的优惠券。对。
没关系，慢慢来。等我一下，正在弄东西，等我一下。对。对啊，我这个安全帽不好装啊。没问题。擦青菜嘛，对，这个你到时候也可以拿，你可以自己看在这里。我拿了不少在这里，擦餐具吗？有怕。啊，谢了。走，走了 ，Vivian。对，哎，厉害吧？拜拜。东江路237号9号之2。